大家好，我是 C2C 義工團的 Anita， 我們今天很榮幸被邀請到來到沙田大會堂這裡參加一個香港幼苗環保協會暨緩學堂暑假滿分 show。 今天的活動內容非常豐富，不如等我身邊阿陶介紹一下啦。係，咁今日嘅活動非常豐富啦，咁主辦單位亦邀請咗三位有知名度嘅嘉賓啦，分別有車淑梅啦、梁繼章同埋桂花田喎。除此之外啦，亦都請咗一班嘅小朋友喺台上面表演啦。咁趁住呢一個咁開心嘅暑假之餘咧，咁佢哋就會可以發揮佢哋嘅所長嘅喎。咁今日我哋 C2 咧派出咗兩位嘅司儀啦，擔任呢次活動，分別有 Abby 啦同埋 Carol 嘅。咁仲有一啲嘅member， 例如 Happy Girl 同 Happy Man 啦。咁等下翻呢頭介紹翻先。系啦，咁我哋咧有 Happy Man 啦，就包括 Isaac 啦、Weaver 啦，咁 Happy Girl 咧就有 Peggy 啦，同埋 CC 嘅。咁另外再次都要介紹我哋啦，我哋就會喺今日活動嘅花絮司儀就係 Anita 啦，同埋阿圖嘅。咁唔好講咁多阿圖，我哋活動非常豐富噶嘛，依家不如我哋衝入去睇下有啲咩活動啦。